为了乐港高级里内底安东李白风顺道路，整个路面坎坎崎崎，阁有真侪所在店啊家拢损坏不堪使用。伫接获民众订正了后，代表潘顺良马上前往了解，并将这个状况报请管府，请相关单位赶紧来改善。伫接获民众订正了后，代表潘顺良是马上来到现场勘查。这个搭落这搁捏一眼吼，这大眼吼。啊！这汽车落去，你看悬架杆差遮多，搁水悬顶积起来，到底深加嘛唔知啦。所以这是真危险吼，吼、哦、一定爱较紧来复原吼，较袂汽车有只架吼啊塞到，一定大坑碎哩。这条风顺道路真侪所在拢已经出现一个坑一个坑，尤其是最近经过落雨了后，形成真侪小水窟啦。汽车、卡拉车骑士一无注意，骑起哩真有可能会造成意外发生。啊，这个位置就是咱吼高崎里吼，啊，这个安东李白吼，啊，经过你甲看吼，民众甲我啊，甲我定情了，这路这么歹吼，这机车骑过你甲看，淡仔角拢已经拢靠起来，搁较头前一空一窟吼，啊，拢已经积水积甲真严重吼，啊，你也为只过，真正机车塞到，你出了到地吼，机车就跋倒了。啊，出也非常专伤，啊，有时嘛，佫吼严重会造成性命危险吼，哦，啊，且吼，啊，我已经来勘查了，啊，拜托吼，啊，咱的彰化县政府吼，啊，这个所在是咱水资处，哦，我也看拜托水资处吼，紧会当来甲复原，啊，无以前吼，啊，佫落雨落雨水期，即摆五月吼，啊，梅雨季节吼，拢到了吼，啊，佫落一届雨，啊，在为只经济来塞到了，诶，咱的性命啦吼，还是着去。受伤吼，啊，请吼，啊，上级单位吼，我一定较紧联络咱迄个彰化县政府吼，紧来甲这个所在复原，啊，较袂造成吼咱百姓的性命危险。潘顺良表示，对这个状况，伊会欢迎相关单位，并且积极追踪，保障来往民众行车安全。新彰化新闻蔡良清，鹿港采访报道。